连立法院三党共识的议决，行政院都不编。点值一点零点九五，你会不会编？你会不会达到？会不会达到？会不会达到？我请教院长，会不会达到？就目前的财务来看，就健保的总额给付来看，明年要达到零点九五，应该有它实质上的困难。但是我们尽量的做任何的，我伤心委员，你还记得你刚刚上一题是要增加健保的骨质疏松的检查，我伤心，那个钱从哪里来？你一方面要增加检查，你当一个行政院长，问我钱从哪里来？你这个政府出了什么事情啊？一方面要提高我们的用使用，院长，一方面要增加我们的点数，一个政府是在解决民众矛盾的，这个绝对矛盾的。邱部长，你冷静，你不用回答了。你绝对站在医务，站在全民健康的立场上面，请你用你的专业建议给我们卓院长，明年编组，谢谢。是的，报告委员，明年我们有信心达到零点九五，好，我们在我们整个医界的努力之下。那你怎么跟卓院长两个不同调啊？因为卓院长他不了解。你告诉我是明年，因为有一点可以零点九五，是不是？简直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，这是我们立这要努力的。所以邱部长，你跟我回答的是明年会达到一点零点九五。已经拿出最大的力量，是不是？你告诉我是不是，邱部长？立这也要来配合我行政院的意见，绝对全力配合，请教部长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应该有信心可以达到零点九五。我已经达到了，我们的目标就是零点九五。